老铁们，你们看，这里来了那个小虾蜂，土虾蜂，这个很难找的，倒是很好吃的。你们看，来了15只，你看，来了15只，不是一窝的，这仨窝。哦，老铁们，看到一窝了，你看，被老鹰爬过了，不知道有没有蜂窝，我也不清楚。等下去看看看一下，哎，你看，你起来拍了一下，拍了，掉花油了嘎？啊，掉了，啊，开始了嘎？哎，开始了，哦，有一只，小大厉害的，这花油都不出来哇，这个。对呀，红颜不对呀。刚刚没有啊？爬了条。他爬了没爬完？他爬了没爬完？嗯。啊。啊。OK。这是两三年的不？不知道，盘了盘开盘出来瞧。啊。嗯。好好好 ，OK。你看，给他这边看，拍近一点，你看，你看，你看。那么长啊！太厉害了啊！啊，太厉害了。哇，花叶拍起来了啊，又那么长啊，还可以吧？哦，老铁们，不简单噶。啊，好的，好的噶。你看，哇，还是可以的噶。啊，可以的。哎，来，你看，他几包这个，你看厉不厉害？厉害。哎，上面都不敢搞了。啊。都被老鹰吃了这边。是啊，被老鹰吃了不要了。嗯，是的。OK。老铁们，你们看，这老大叔他说他不要这个，他跟他说他上面两匹不要，你看，那他喜欢漂亮的，你看，这就搞到这点抓了一匹啊，你看这匹还可以，那这几个还可以，已经出库了，因为老鹰打了一下嘛，你看还行嘛，马马虎虎。老铁们，我们这一期就分享到这里啊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